Hey, 你早上又怎么加进 Lucky？ 咱们继续玩一点 Don't Starve 是不？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。如果宝宝们对这种游戏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到 G2 的官方网站上去逛逛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第49天到50天威尔森在孤岛上面的生存日子。在昨天的时候，我们一整天待在家里准备东西。今天我们要为下一个季节做准备。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发现喉咙有点痛痛的，所以现在讲话可能有点沙哑，还是你们听不出来。我们好像要为下一个季节做准备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开始要做出那种会冷冷的火，好像是在这里，我们会需要这个奇怪的石头，叫做 Nether。对，那这个东西好像是要到，没有记错的话，这种石头，这种长得很奇怪的石头，把它挖掉才会有。所以我们要到这个怪鸟岛上面哦，这边全部都是怪鸟，他们守护着这种夏天救人一命的石头。还有哪里有？这边有一，这边没有。还有，看一下哦，这里也有一些，这边也都是怪鸟，可是我觉得这里比较安全呢。总觉得从这个地方上来也没有那边都是怪鸟。那我们要去哪里？哪里拿到那些石头呢？这里吗？好，我们到这里拿到那些石头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先把上一集 episode 鲍们跟阿神讲的一些东西给处理好。我们需要再做一些那个叫做什么沙包，小小沙包。我的喉咙真的快不行了。在昨天的 episode 的时候啊，底下鲍们有留言跟阿神讲说，阿神，我们的岛上面还有两个地方有淹水，一个是在右边这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左下角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再做更多的沙包，希望有沙子可以让我们再采集。那个在这里对不对？哪里是中间啊？这里吗？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中间呢？就他妈的，是中间吗？看起来像中间吗？看起来有像中间，有啦，有像中间。然后我们好像不能够再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正下方还有一块就是需要填起来的。我们今天一到这个地方采一点这种石头回到我们家里，然后开始为下一个季节做准备。我们需要把身上的一些东西给丢掉，不是丢掉，就是先暂时收起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准备这个东西我从来没用到真的是丢地上好了，应该不会飘走吧。不是，它看起来就是飘走，它看起来没有插在地板上。那把它收起来。那棕榈树我们可以把它拿来萤火，我有种种子了吗？有，我有种种子了。然后这两个奇怪的小树苗，把它先插在地板上，插上去。好，然后看一下派克星嘴巴里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OK， 派克星干干净净的，吃点食物好了，这可以补血。我们先把它放到冰箱里好了。放到冰箱里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要把它吃掉，看一下要先吃哪个？吃这个好了，可以煮点东西，再吃一个。然后带一个在派克星的嘴巴里面，放一个怪物肉进去。然后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食材可以种东西。有，刚讲完就冒出来了。这边有一点食物，可是不够，我们还需要一个，快！我今天想出门，一个两个种子好像不行，对，种子不行。那我们加个树枝好了，开始煮，这样就不会变肉球了，对不对？好的。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左边走，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好像还没坐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坐 cargo boat， 在上一集的时候，我好像就说要坐，对不对？要坐这个，所以是要靠近这里。有了，我们把船坐出来了。那这艘船好像是可以存放东西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放上去就对了。嘿，按右键，哦，它可以打开耶。然后这样可以放一些东西上去，不过我们现在用不到。不错这有点像是那个啦 ，The Flame and the Float 啊。有 Bob 跟阿森讲说，阿森那个字不念 float， 应该是念 flood，The Flame and the Flood 啊。要更改自己以前念英文的习惯，真的是很难然后外面现在浪好像都小小的，不过它滑得好慢这种东西可以装那个吗？烦吗？我刚看到上面是可以装啦，可是看起来它没有地方插。而且今天的浪都小小的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左边去对不对？我带 pickaxe 吗？等一下，我是没有带 pickaxe 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有带 pickaxe 开始下雨了啊！我忘了带那个，我可以打得中这些鸟吗？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抓回家？我想带一些 pickaxe， 没有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原本的船在这里，那其他座岛也会淹水吗？不行，好像会，你看都已经淹起来了，好恐怖哦！你看烟好大一滩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个 pickaxe 在手上。
可能我有，只是我没有看见，应该是没有了，我没有带 pickaxe。那些鸟都在睡觉欸。哦，太好了。那他们，我靠近他们就会醒来吗？还是，好像不会。是这种石头会掉吗？还是一般的石头就会掉啊？只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。他醒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在。就他妈的！我是对你做了什么吗？啊痛！哇，一下50滴耶！哇，好痛啊！好好好，不要惹他们，不要惹他。继续挖我的东西。我们需要很多那种石头才能够做。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储存欸，有没有收纳那些石头？欸，不是欸，所以我一直搞错，不是这种石头才会掉那个。哎呦，要怎么靠近他们啦？你看那些大怪鸟，一直不停的在攻击，好恐怖哦！不能靠近那里，真真那里。我看一下哦，下面完全就淹水了。我这样过去，理智会掉很快欸。太恐怖了吧！这个地方淹成这样，不管了。上升的超快的啦，我只是要点那种石头。哎，这个石头已经够多了，不要。太恐怖了。哎，坏掉了，那再做一个啊！快点。我们今天要为夏天做准备哦。没有，还是像一般的这种啊。我要先回到那个25了，太快了啦，真的太快了。哎，有了，我要的是这种，然后这种也可以剪一点，看一下哦。我现在是在，我完全看不出来哪里有水，哪里没有水。那边有大怪鸟，这种会喷吗？好像也会，对不对？挖起来。哎呦，有了。先把它挖起来，再一个，再来，这边还有一点，嘿咻，好，我们先到干一点的地方好了，先到干一点，虽然这边感觉起来就哇被你打中了，这个就是人衰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我们等一下回家把自己身体烤干了，然后好像是晚上这样，晚上不行，我们要先在外面住上一晚。可是这里有没有什么高的树啊？可以让我遮一下。这边有一棵树，两棵树，这边勉强可以用。然后，萤火，萤在这个地方好了。超惨欸！然后它掉的好快哦，对，掉的太快了。我还在降欸，我在火旁边不会跌欸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个帽子，让自己做个草帽好了啦？做个草帽戴头上，也许会好一点。那个是蚊子出现了，听说要穿贝壳装才不会被叮。那个就是蚊子，不知道你们有看到吗？在旁边，我们加一点燃料进去哦。他要靠近我吗？他好像是要靠近我哦。哇，幸好我一个换装，零秒换装，不要叮！哎呦，派克星中毒了。等一下，派克星会毒到死吗？毒好像不解的话会死掉欸。我怎么攻击他？嗯，拿到了，这是什么？放到包包里再说。派克星，等一下哦，我的那个理智度疯狂下降中，太恐怖了。我要回家。我踩到四个够吗？等一下，看一下哦，四个要做的话。好像够高阶的，好像是四个还是几个还是六个？希望家里有。然后派克星，你还好吗？我知道派克星一秒回20滴血啦，所以应该不会毒死吼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会毒死。那这种历史效果看起来也不错，我来吃一点这个。我们回家需要补点血哦，因为不补的话会死人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煮一煮。早上了，吃掉。拿到这个好像是蚊子的囊。我用蚊子的囊做什么？我要回家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些东西，然后回家。Yep， 不对，我们要挖沙。想起来了，怎么忘记最重要的挖沙呢？看一下哦，这座岛上面有没有沙？我的理智好恐怖哦！有，这座岛上有沙，挖起来，带走。哎，捡起来。还有，不行啊，我们三个就可以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稍微堵起来就好了，先回家了。不管了，我不想面对蚊子，感觉起来很恐怖欸。而且下面那个地方，虽然我已经快到100%了啊，理智疯狂下降中，我先来救救我的智商好了。我今天可以往右吗？
可以，我今天可以往右。好，这艘船真的很慢哎、欸，真的比一般的船还慢，99，湿度99，理智疯狂下降中。我们回来，我们回来了。不行 ，cargo boat 它的耐久度300还算不错，不过降的速度真的，移动的速度真的太慢了，我们需要帮它做一个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嘟嘟鸟哎、欸，我想找嘟嘟鸟啊。我好像记得我上一集 episode 说我们要去冒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上一集说我们要去冒险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我先来准备这些东西好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天的理智有点危险，需要吃点东西把我们的理智补回来。这个可以吃了，先把它吃掉。先把它冰冰箱，然后先吃我们煮好的，像这个补血。啊、哦，回来了，一瞬间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然后我的帽子全身上下都湿了、欸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声音？蜜蜂吗？什么什么？呜、哦！你在干嘛？他是……哎、欸，不要带回我家啊！他死掉了，不要去惹他们，好恐怖！怎么会冒出一群蜜蜂啊？然后我身上有好多肉肉哦，大肉块。我知道大肉块可以煮东西。那我们加一块大肉块，然后这个也加进去，一个两个。然后放进去，再看一下哦。要加个树枝好不好？加个树枝哦，终于停下来了。树枝不能放进去，我需要让我身上暖一点，就是让我身上不会这么湿。加加加加加加加。哎呦喂，稍微靠近它烤一下自己的身体哦。那我还想再出去外面晃哎、欸。先来，我看一下哦。先来把身上的东西整理整理好了。整理完之后，我们就今天。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沿路一直走，然后走去岛屿上面。我说过我想去其他岛屿，那如果今天再不去的话，感觉有点拖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就要出发。那我先来把身上的这些东西收起来，看一下是不是四个。看一下只要两个哎，只不过它需要零件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再做一些零件就行了。一边烤干身体，一边做零件，身上都还湿湿的，理智降太快了。零件的话，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在……我记错了，零件是在哪里啊？智能这个地方吗？这里需要一点黄金，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黄金。我知道家里还有一些黄金啦，所以我们还需要黄金，因为我们需要两个零件。家里有四个的话，代表我们都会用光光。那身体还没烤干，这个理智还是降得非常非常的快哦。稍微再烤一下，我们再出门。那食物也带……我居然做出他没有办法加那个哎、欸，没有办法加树枝哎、欸。浪费了一块大肉块，再下一个肉块好了。啊，有鲍勃一直问阿神讲说，阿神为什么你不晒肉块？因为其实晒它的话，并没有什么，好像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需要囤积食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所有季节，好像想要有食物就会有，就可以有食物，好像没有到那种就是。很难收集到食物，像是以前的版本啊，以前的版本会有冬天，那几乎很难收集到食物，对，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囤积食物。那我们今天往这座小岛，先到这座小岛好了。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跑太远，这座小岛上面有很多沙子的地方，也许我可以在上面再挖更多的沙子，把家里南方那个地方补起来。只要我不靠近南方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有蚊子攻击我，对不对？攻击我。那趁我们在划船的时候，我就一边整理包包，一边收纳东西。海上居然有这个东西，看一下哦。还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？这个可以先放在这里。然后海盗帽可以，好像可以提升理智，对不对？戴个海盗帽好了。哇！突然加速吓到我了。再来。有理智微微上升中，现在还算蛮早的，我们可以再采一点海带，这个可以放船上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毒囊这个也放船上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带着毒囊，然后这也是各处淹水哎、欸，先来换个不行，要随时换，这有点难哎、欸。好，把理智稍微补回来一些些哦。有蚊子吗？好像没看到蚊子。踩一点 Lempus， 右边宝藏是在右边，对不对？看可不可以过去，像我们晚上的时候不会受到一大堆蚊子的干扰。树变大，我们好像，对，我们需要砍一点树，不然我们会没有那个没有木头可以引火。刚差点忘记这件事情，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，千万不能忘记。不要蹦出蛇，没有蛇，吵死了，揍你哦，揍你！跟你讲，
哎呦，是一只好鸟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走过来，采点贝壳。右边，它在右边，它在右边，应该还来得及。采点贝壳，补回来一点理智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超赶的啦，超赶的。哎呦，都在水里面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，不管了，踩过去，踩过去。它在哦，在这里。幸好这边是干干的，然后那边有一些，我明天早上来采一点，沙子，再带更多沙回去好了。一点这个，然后看一下这里面有，哦，这个是毒刺陷阱哎，可以不能够叠加哦。回旋棒，然后那叫什么回力镖啊？回旋棒是什么？回力镖。然后还有东西吗？金币，更多更多的金币。然后我需要一点位置给回力镖，我看一下哦，嗯。骨头也许不是那么的需要，然后我们，哦，又是蚊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坦一下哦，派克星，我生个火，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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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，嘿，哦，把火生起来，蚊子也会睡觉哎，派克星的毒刚刚是不是自己解掉啊？等一下还要再过来吗？我看到派克星是不是？好讨厌哦，吃一点东西好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清一个格子出来。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给敲掉。明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，把这个箱子给敲掉，带一些木板、木材回去好了。对，那趁现在没事的时候多采集一点东西。派克星真的是人很好哎，他完全不管周遭发生什么事，有人攻击他还是什么的，他都完全不鸟他。他就是一个 I don't fucking care 的意思。我可以抓蚊子吗？好像不行。那我们把武器稍微放一下，我还没有毒囊欸，是不是需要打个他拿到一些毒囊？还是要试试看我们的回力镖？我知道回力镖如果你不接好的话，就是他飞回来会打到自己的头，还蛮好笑的，真的还蛮好笑的。那 Limpus 这个带回家煮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在路上也顺便采一点海带，身上的包包整理一下，这个吃掉，然后沙子我们等一下要采，帽子我可以烧掉吗？不行。那帽子可以戴在我现在理智还是微微上升欸，这个真心不错，它是一个加理智的好东西。我看一下如果做它的话需要什么欸，如果我们有很多蜘蛛网我们可以做高脚帽欸，这个好像也可以增加理智。然后哦糟了哦，超多 喂，这集 episode 差不多看到这，希望爸爸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，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闲论频道，时刻这种片动态。我们下个礼拜，不是下个礼拜，我们明天要远离这个蚊子岛，太恐怖了吧。下集 episode 再见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